没想到芦苇荡里躲一躲。没有再拖长老的李队长，你准备怎么打？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硬冲肯定不行，不如绕到后面搞点破坏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是啊，听这个枪响，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。这炮声是掷弹筒，没错，铁定是小鬼子。真晦气，村儿碰见鬼。这样，我摸过去看看。炮哥，先把盖把盖塞里边。八哥，口给小。嗨。兵分两路，互相掩护，交替护城，只要撤到船上就安全了。是。
抄了。车老鬼子里，举手大人，快快走！走。会不会是新四军啊？不像，这人也不多，火力也不行。区大队的援兵能早点来，一会儿咱们骑上马从后面冲过去，专捡那个当官的下手啊。准备投弹，骑兵，部队，赶紧趁乱突围，同志们，走！多くの人間が亡くなって、やった人間が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か。はい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お許しください。お許しを。田中君の死に方はひどすぎる。犯人は必ず見つけます。このまま犯人を見逃してしまったら、田中君も死んでも成仏できない。小隊長以上の士官を司令部に呼べ。ねえんだよ。
いよいよか。ついでフェン。ボコボコにしてやる。全体攻撃開始。はい。撃て！撃て！这山口鲁莽，也不先试探一下，上来就来真的。攻击军兵，等等，大家都注意了，小鬼子要登岛了。不过来噻！给我放近点再打。阻止されました。山腹の敵塹壕が健康すぎて敵に圧制され前進できません。砲撃艇を前進させろ。奴らに砲弾の雨を見ませてやる。はい。队长，你看。
パーで一体何を持ってるってんだ。戦車、飛行機、突っ込むしかない。突っ込んで奴らと接近戦を取るしかない。おい、通信兵にすぐに飛行場と連絡を取らせろ。はい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好样的！怎么样？看，中弹了！瞎忙碰的死耗子！哎，那也是碰着了。估计小鬼子要是知道咱们就两颗榴弹，他们得回死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我估计咱们这个攻势啊，只要咱们弹药充足，打上了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。十天半个月以后呢？啊，那时候估计小鬼子就被咱们吓回家了。小鬼子要是听你的就好了。王八蛋！哎，怎么样？这什么声音？枪炮声呗。四妹，别说话。飞机，空袭。哎，趴下。奶奶的，把炸弹！
醒的。同志，铁飞，醒醒！哥，铁飞，哥，铁飞，哥，铁飞，铁飞。火药库被炸了，撤退！大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听指挥？这大队，时间紧迫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反正必须要留一队人断后，与其留别人。半人有点危险。谁说的？咱们这么多人，一人搭几手就把你抬走了。两岸问话了。后山地势险要，咱们都知道，健全的人犯规都成问题了。与其摔死，还不如留在这跟小鬼子干一场呢。哎，四妹，说句话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支持我们家老哥。再说留下来不一定会光荣。对啊，对，哥，你光荣不了。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估计小鬼子不会连夜攻上来的。咱们从湖后面绕过去，我半夜就带着弟兄们杀回来，在小鬼子屁股上狠狠地来一下。哥，一定要等我回来救你，听见没有？等我回来。我在这坚守阵地，等你们回来救我。啊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们。别磨磨唧唧的了，趁着天还有点亮，赶紧回身转移。天黑了，山路就更不好走了。快点，铁飞，你老李把弹药备足了，快！哥，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半条腿。记住了，我们不能再失去你，给我挺住了，听见没有？等我回来救你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，别婆婆妈妈的了，这又不是诀别，赶紧走了，给我们两口子留点时间，走了，快点，小心，走了，走吧，该等我回来一定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快。没事，胡杨，好多受了伤的同志都自愿留下来断后了。没想到这一仗会打成这样。行了，别多愁善感了，又搞小资产阶级那一套，咱们早点跳出去也好，早点有时间回来救老李。快走。对，四妹说的对，咱们走，快走。别紧张，敌人还没发动进攻呢。啊，我周四妹，这辈子从来没救过人，这次我求你，一定全是前辈的。给我活下来，等着我回来求你。啊，一定，一定！閣下，もうすぐ暗くなります。今日は兵を休ませ、明日一気に残滅しましょう。ダメだ。帝国隊は壊滅寸前だ。最後に一撃を加えれば奴らはお打仏だ。明日まで待ったら奴らはまた息を吹き返してしまう。
准备战斗。次，お前は二個状態引いて、奴らに最後の一撃を加えろ。陣地を必ず奪えろ。自分のことは自分で尻を拭え。閣下、私は敵を倒さぬ限り生きては戻ってまいりません。よし。攻撃！攻撃！连夜进攻，命令所有铁卫队的船用最快的速度绕到小鬼的后面去。
绝情。投降吧。眼力不错，居然认识我。铁公会每一个重要人物我都认识。既然认识我，就应该知道我李学清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只要你投降，钱、女人都不是问题。是吗？哎呦，我老婆太厉害了，你许给我的这些东西啊，我都不敢要啊。不过我倒有一件礼物送给你。嗯，库洛塞，听见了没有？怎么没有声音了？怎么没有声音了呢？四妹，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四妹，報告します。どんな感じだ。死体が四十数体、他のものは行方不明、物も全部めちゃくちゃです。見当たらない？出口は一つだけじゃないのか？はい。だが。だがなんだ。やつらは山の裏側に小道を作り、絶壁を下って庫内に入ったのです。そんな報告は受け取らん。マーフにもう聞きました。以前はここに道はなかったと。どんどん快点。太君。他是什么人啊？阿国，报告太君，小的认识他，他叫黑豹，以前是曹飞那柳子的二当家，后来跟曹飞投靠了铁卫队。二当家？哟西，让军医给他治伤，一定要让他活下来。赶紧的，阿虎，你们几个，我再拉去。
ここには必要な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。撤退しますか？シャトエ？ダメだ。夜は危ない。今日はここに宿営する。マドイちゃん。はい。侦察岛上的每一次地方，看看能不能发生什么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检查。红英，咱们还打不打？如果现在发起进攻的话，小鬼子肯定没防备。岛上的仗已经打完了，咱们现在进攻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且白白造成伤亡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打了。四妹子，你说句话，咱们是打还是不打？老李是为了救大家伙才留下来的，现在岛上的仗已经打完了，没必要再去冒险，要不然的话，老李就白牺牲了。铁飞，留一艘船监视敌人行动，剩下的人撤到安全区域。快撤！撤！兄弟们，仔细点儿，所有带钻的东西都给我捡起来。好，是好。好。加商社，收队。跟班车，跟班车，跟班车，不干了，别班车了，不干了，我们不干了，跟班车，不干了。哎，太君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太君，这些铁匠要聚众造反。我们不是造反，太君，您给评评理。这工头克扣我们粮食，一天三顿都是稀的，我们饭都吃不饱，还怎么干活？和他们一说，还动手打人。有这回事吗？太君，不是您说了不让他们吃得太饱吗？说是吃得太饱，他们可有力气闹事儿啊。好啊，他是想饿死咱们。老乡们，咱们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谁不想干，就死了死了的。兄弟们，四妹子在里面动手了，跟我冲进去进攻。
どうだ、違うだこだ。違う。増援を頼む。増援はない。周りは敵だらけだ。陣地を死守せよ。司令官救援に来るはずだ。はい。 怎么没动静了？是啊，哥，王权石那小子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不会变卦了吧？王权石是个明白人，他给鬼子卖命卖够了，这是他将功赎罪的好机会。等着瞧吧。报告太君，佐藤队长来了，要你马上过去。小门带路。嗨，请。 对面哑巴了，是不是王权石得手了？咱们上吧。急什么急？再等等。哥，你看，好你个王权石，算我没看错你，好样的！报告！团长，新闻队的同志们已经冲进南门了。 好啊，黑之这部集中兵力，攻打东面防线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在短时间内咬开一个缺口，与铁卫队连马场那回事。是。八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太君，快跑吧！新四军冲进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新四军没上万，没上万，那是什么？现在到他们的人。 太君，马场，八哥，东要军心去死！收他妈！收他妈！黑社会，黑社会，干的！打！
哥，没动静啊？会不会？会什么会？不会。双枪周思妹是谁啊？那是和我白马神枪齐名的巾帼英雄。老，老实点，给我出去！哎，铁飞，你怎么来了？四妹子，你知道红英多担心你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王八蛋谁啊？佐藤秀夫中队长，怎么样？你没抓过这么大的鱼吧？哇呀呀呀呀呀呀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兄弟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四仰八叉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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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这王八蛋可是个大家伙呀！啊，老实点。嘿嘿嘿，走。閣下、キウェイでついキウェイから電報を受信しました。山口君，贵部的佐藤中队长在我处做客，如果你还想见到他，明天正午时分用周建民来交换，一个人换一个人，地点沭阳县外十字坡，白马神枪崔铁飞敬上。おのれ、なんと傲慢な。明日に殺しに行ってやる。閣下、明日は私に行かせてください。すぐに返電するんだ。最近、哪里一别、虚长想念。明日之月、必然、辟邪九军今日。海王再度军机风采上国师。太君，你不能亲自去，这太危险了。我已经决定的，不用劝了。続き。はい。お前の中隊を集めろ。砲兵一個招待。重機銃一個招待及び保安車順二個大隊を引き、明日の午後俺と一緒にマーちゃんに進行しろ。はい。小鬼子来了，这山口还挺准时。哥，你说他们不会有诈吧？这里不是沭阳县城，这山口没这个本事。出门时，红英姐一再叮嘱我，让我看紧你，小心中了敌人的奸计。中奸计？我白马神枪崔铁飞来这儿，就是将计就计的。佐藤呢？在后边呢。把他带过来，咱们去会会山口军呗。铁飞，铁飞君，别来无恙了。废话少说，少跟我来这虚的。换人吧。
铁匪君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不是来换人的，我要来看看意味着一本武器的结局。 打日本帝国，没有投降的武器。山口，你个老狗，你言而无信！你根本不了解日本武器的精神。我管你什么狗屁武士道精神，赶快把周建民给我放了！ 铁匪君，你不希望你的朋友的血溅大臣？崔铁匪，快点开枪，把这个小鬼子杀了，不用管我。铁匪，快点开枪！ 你这个傻瓜，你快开枪啊！铁匪，杀了他！山口，你等着，咱们后会有期。 兄弟们，告成！
大人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都自己人。刚才啊，我们听到枪响了，所以队长让我们来帮助守卫司令部。口令。口令。口令有啊，口令就是，啊，口令就是，啊，走。给我挨个逼房找，一定要把周振明给我找出来。是是是。老周，跟上。周老爷，铁蛋，什么情况？我哥让咱们从北向南消灭敌军残兵。你哥呢？我哥去攻打警备司令部了。同志们，冲！走！冲！城が敵の襲撃を受けている。城内各部の通信はすでに途絶え、確かな情報がつかめません。山口各界に迅速な救援を要請する。早く早く。周建民在哪？什么周建民？铁工会的总工程师周建民，他在哪儿？你说他早就不在这儿了。不在这儿了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他的病治好以后就被宪兵大队带走了。别动！别动！从那板凳上给我下来！藏个当官的是吧？啊，中尉，不要得意太早，山口阁下马上就会发兵增援我们的。太好了，正好帮我们省事儿了。我还就怕山口那老鬼子不肯回来呢。来。谁会弄这玩意儿？我去给徐团长发个电，就说山口老鬼子要逃跑，一定要一路阻截，千万别让他舒舒服服的回来。是。嘿嘿。身份没有人啊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是不是都去别的地方救援了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跟我一起冲进去。走。快！
是咱们的人。兄弟们，冲！冲！上！叶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四妹子还好吧？好。你们来得及时，我们已经肃清了北边、西边还有东边的敌人，只剩下南边了。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们已经占领了敌人警备司令部，还活捉了他们的特务队长竹内德宏。哎，周老师呢？还不清楚。我让小贾带一队人去医院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怎么了？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去救人，发现周老师已经被转移到了宪兵队的监狱。小贾带着我们去攻打，那里戒备森严。走，我去看看。铁飞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四妹，你和铁蛋迅速肃清南边的敌人，然后来宪兵队和我们会合。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队长，你们可回来了。这次我们可见到硬骨头了，敌人火力很猛，我们没办法接近他们。就被别的门都走了吗？有后门，情况都一样。怎么办，红英？全部都被占领了，亮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。不要造成无谓的伤亡。你的意思是？围困他，发动政治攻势，向他们喊话。这能管用吗？试试呗。行，来个嗓门大的，冲他们喊，让他们投降。队长，我嗓门大。你就说，兄弟们，别打了，大家都是中国人。兄弟们，别打了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铁卫队占领了，你们没有任何希望了，还是换下枪投降吧。我们保证不伤害俘虏，愿意加入我们的，我们很欢迎；不愿意加入的，可以发路费，让你们回家跟家人团圆。不要给小鬼子卖命了。哥，县城是不是真的完蛋了？他妈的，不要胡说八道！他们是在蛊惑人心，你听不懂吗？可枪声越来越细了呀。大家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们顶住了，山口太君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。到时候，升官发财，大洋美女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大家给我狠狠地打！拉什么过来了？行啊，你小子，从哪弄来的？这是四妹姐缴获的，她让我赶紧给你拉过来，兴许用得上。我当然用得上了，我正愁着呢。来，哥几个，轰三个狗日的！好了，别浪费炮弹了，同志们。刚才是谁在里面指挥？崔哥，不，崔爷，不是我，是马远图，马远图，马远图，他人呢？
在里边，在里边了。听着，给我搜马远通。就算他钻到地缝里去，也得给我搜出来。是。过来两个人，我看着他。是。立正。岳飞，咱们去牢房救周老师。 放下枪，让他走。听见没有？你的命比老子值钱啊！ 没事吧？没事，好着呢。四妹子，好样的！四妹，你立功了，我杀了马远途，老李，这仇报了一半了。周建民，没事吧？没事。